让我们看看选英雄时候的故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兄弟，我是第二季梦兰，能来个小明吗？来个小明保护一下，随便打的。能来个小明吗，兄弟？我是第二季梦兰，有小明拿一下。我是一阵，我是 East 大 Pro 一阵，能来个小明吗，兄弟？有小明吗？来个小明，我是妖刀。你真是刀子哥吗？真的真的，整个小明呗，兄弟，我是妖刀，我是妖刀，有小明吗？能来个小明吗？我是，我想一下还有啥子。能来个小明吗，兄弟？我是一诺，我是一诺，我是刺痛啊，兄弟，你能给我吗？怎么说？你吃一把系数，我真是刺痛。你是我的亲兄弟，哥，让我来吧。我是刺痛，兄弟，给一个机会。小明，你带干？是刺痛哥吗？小明，你带那个？小明，你带？那我就带治疗，带治疗。让了我搞。哎，为什么不是上把牌肉你、啊？六。就喜欢让这些带妹的人在他妹妹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，舒服，只能说很舒服。21把，90.5胜率，93评分 ，MVP 基本上都是，排位11把100%胜率，103评分，还行吧，也就是简简单单的5边形没有缺少的，填满的，这其实是个填空游戏，知道吧？